我们再过了一个多小时就可以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反正就是，我就在想啊，很累，回家之后还在想说，我说明天世界末日怎么办呢？明天世界末日的话，干嘛待在这里，直接马上现在出去海啦？哦，是系列，听到吗？他这样想。啊，尽量回去，尽量回去。那你以后有问题就不要来问我了啦。好，那下一首叹息。对，那个在翻中文叫叹息的。叹息啊。好，我是主唱席然，然后这是我的吉他手余威，这是我鼓手俊晴，然后还有 KB 手玉琪，为大家带来叹息。Thank you.